喂，请问王恒在吗？我就是，你这里有吗？王恒，我下个星期要考中文，你帮我准备一下，跟我练习说中文好吗？好啊，但是你得请我喝咖啡。喝咖啡，没问题。那我什么时候跟你见面？你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今天晚上白英爱请我吃饭。是吗？白英爱请你吃饭？对，我回来以后给你打电话。好。So, 我等你的电话。喜欢。好，那我们看，李友给谁打电话？他给王鹏打电话。对，很好。那李友什么时候要考中文？李友，下个星期要考中文。对，很好，考 very low， 考中文。考中文。对，很好。那李友请王鹏帮他做什么？安然。他请王鹏帮李友帮他练习说中文。对，很好。那王鹏说，你得请我做什么？爱国。他想李友请王鹏喝咖啡。咖啡。咖啡。对，很好。那王鹏今天晚上有空吗？王鹏今天晚上没有空。对，为什么没有空？闲着。因为今天晚上白英爱请他去晚饭。对，很好。那李友高兴不高兴？李友很不高兴。对，很不高兴。很不高兴。对，很好。那王鹏说，我什么什么时候，那王鹏什么时候给李友打电话？王鹏回来以后给他打电话。对，很好。好，我们再说一次，李友什么时候要考中文？李友下个星期要考中文。对，所以下个星期是 time expression。我们学一下 time expression。我们先看一下 time point。This week 怎么说？这个星期。对，很好，这个星期。这个星期。Last week 怎么说？上个星期。对，很好，上个星期。上个星期。对，在中文里 ，we use 上 to indicate last。下 to indicate next， 所以 last week 是上个星期。对 ，two weeks ago 怎么说？上个星期。对，我们一起说上上个星期。上上个星期。Next week 下个星期。Two weeks from now 下个星期。对，What if you have to say like 5 weeks ago? 对，我们会用别的 expression。 Okay. 我们会说下期。Okay. 好，还有什么问题？ How would you say it then? Is it like 5个星期以后？ 5个星期以后。 对，好。 对，好。 那 let's count from 2 weeks ago to 2 weeks from now. 一起说上上个星期，上个星期，这个星期，下个星期，下下个星期。对，很好。这个星期你们忙不忙？这个
星期我不忙。不忙。哦，不忙。对，很好。这个星期。这个星期我不忙。对，很好。上个星期你们有没有考试？上个星期我们没有考试。那下个星期呢？我们下个星期，然后有考试。对，很好。那 this Thursday 怎么说？这个星期四。对，很好。Last Thursday。上个星期四。对，很好。再说一次。上个星期四。对，很好。Thursday 2 weeks ago 怎么说？上个星期，四。对，很好，四。对，再说一次。星期四。嗯。下个星期四。嗯。Thursday 2 weeks ago。上个星期四。对，很好。那 next Thursday。下个星期四。对，那 Thursday。2 weeks from now. 前兆下个星期四。好， so let's count. From Thursday 2 weeks ago to Thursday 2 weeks from now. 谁想试一下？安然。嗯，好。谁？对，安然。要不好，你先。OK. 上个星期四，上个星期四，这个星期四。下个星期四，下个星期四。对，很好。下个。下个。星期四。对，很好，我们给他一个这个。好，那安然你也试一下。好。上个星期四，上个星期四，这个星期四，下个星期四，下个星期四。对，很好。那这个星期四，你们有没有中文课？这个星期四我们有中文课。对，很好。上个星期四你们有几节中文课？几节 How many? 我们对，上个星期四上个星期四上个星期四我们有一个中文课。对，很好。一节中文课。对，节 is a natural word。 对，很好。上个星期四怎么样？上个星期四我们有一节中文课。那下个星期四呢？下个星期四我们有一节中文课。对，很好。有 very low。有一节中文课。对，很好。一节中文课。对，很好。再说一次。上个星期四。Next. Next. OK. 下个星期四我们有一节中文课。对，很好。一节。一节中文课。对，很好。那我们再看。Time duration, 1 week, 怎么说？一个星期。对，很好， tone change. 一个星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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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weeks, 怎么说？2个星期。对，很好， very low. 2个星期。2个星期。3个星期。对，3个星期。3个星期。你们一个星期有几节中文课？我们一个星期有五节中文课。对，很好。好，我们再看这个是什么词？月。对，很好。月。月。This month。这个月。对，这个月。这个月。Last month。上个月。对，很好。上个月。上个月。2 months ago。上个月。很好。上个月。上个月。Next month。下个月。2 months from now。下个月。对，很好。Let's count。
2 months ago, to 2 months from now. 上上个月，对，上个月，这个月，下个月，下下个月。对，很好。现在是几月？现在是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对，很好。那上个月，上个月是几月？上个月是十月。对，很好。下个月呢？下个月是十二月。对，很好。下个月是。下个月是十二月。对，十二月。十二月。对，很好。好，我们再看one month 怎么说？一个月。对，很好。一个月。一个月。嗯。两个月。对，很好。两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对，很好，三个月。好，我们再看这是什么？今天。对， today 怎么说？今天。对，今天。今天。Yesterday。昨天。很好，昨天。昨天。The day before yesterday。明天。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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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Three days ago。大前天。对，很好，大前天。大前天。 So, in Chinese, we add 大 to pushing a day backward or forward. 所以是大前天。大前天。前天。昨天。昨天。今天。今天。Tomorrow 怎么说？明天。很好，明天。明天。So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怎么说？后天。很好，后天。后天。后天。Three days from now。大后天。很好，大后天。大后天。The from 大后天 is it da is big？ 对，大后天。好，那我们 count， let's count from three days ago to three days from now。谁想试一下？好，大前天，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对，很好，大后天。对，很好。今天是几月几号？今天对，今天是十一月三号。对，很好，11月。11月。今天是。今天是十一月三号。对，很好，11月。11月。三号。对，很好，3号。三号。对，很好。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是星期四。对，很好。昨天呢？昨天是星期三。对，很好。那明天呢，安然？明天是星期五。对，那明天晚上你们要不要去晚会？晚会 party 啊，泰国。明天晚上我想去一个晚会。对，晚会。晚会。对，晚上。晚上。对，再说一次。明天晚上我想去一个晚会。晚会。晚会。哦，对，所以他要去晚会。好，那我们再看，one day 怎么说？一天。一天。这个怎么说？两天。Very low。两天。对，再说一次。2天。Three days。3天。对，很好。好，我们看这个是什么？月。对，很好，月。月。好。我们说过了这个，对不对？好，这个是什么？年。对。好。对，好，那this year 怎么说？今年。很好，今年。
今年。Last year. 去年。对，去年。去年。去年。Two years ago. 前年。啊，不是去年啊，是前年。前年。前年。那three years ago. 大前年。大前年。大前年。很好，我们再说大前年。大前年。前年。去年。去年。今年。今年。好，so next year。明年。对，很好，明年。明年。Two years from now。后年。对，很好，后年。后年。Three years from now。大后年。对，很好，so let's count together。From three years ago to three years from now。我们说。大前年，前年，去年，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对，很好。今年是2016年。去年呢？去年是，2020。对，很好 ，very low。5年。对，再说一次，去年。去年是2015年。对，年。年。对，很好。那明年呢？明年是2017年。对，很好。2020。2020。2017年。对，很好。So when you're saying the year, is E in first tone because you're counting? 不是 counting. 对。Yeah, so it's like, because otherwise it's just other tone. 对，很好。好，那今年你们多大？今年，我，十七岁。哦，十七岁，那去年呢？去年我，十八岁。十八岁。那明年呢？明年我20岁。好，那我们看 one year 怎么说。一年。对，很好，一年。一年。two years。两年。Very low。两年。对，很好。Three years。三年。Not fully。对，三年。三年。对，很好。再说一次。3年。对，很好。好，我们看。下个星期你有要考什么？安然。他要考中文。对，很好。我们一起说这个词，中文。中文课，中文一百，中文电影，中文歌，中文考试，我们可以说有中文考试，没有中文考试，考中文，不考中文。对，所以考后面加的是一个 subject， 是中文。好，你们今天有没有中文考试？我明天没有中文考试。好，那明天呢？明天你们考不考中文？明天我们有中文考试。有中文考试。In another way， 我们可以说要考中文。对，很好。所以明天怎么样？明天我们要考中文。对，很好。我们再，这个是什么词？说。对，很好。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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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说中文。说英文。说英文。不说英文。不说英文。上中文。
文课我们要说什么 Sorry, can you ask me? 上中文课我们要说什么我们要说中文对我们不说什么艾博我们不说英文对很好好我们再看这是什么词跟我们看 A 跟 B plus verb phrase means A doing something with B 好我们可以说跟我一起唱歌跟我一起唱歌跟我一起跳舞跟我一起跳舞跟我聊天跟我聊天跟我吃晚饭跟我吃晚饭对你们常常跟谁吃晚饭我常常跟我的朋友吃晚饭哦那你们常常跟谁聊天我常常跟我朋友聊天好那你们常常跟你们的 Michael John 一起跳舞吗艾博我和我的 Michael John 我跟我的 Michael John 不跳舞我不跟我的 Michael John 我不跟我的 Michael John 跳舞好那我们还可以说跟我练习说中文跟我练习说中文对我们先看这个词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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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is 跟 different from 和差不多一样 OK 好我们说练习打球练习打球 very low 打球打球练习什么练习打球对很好练习唱歌练习唱歌练习跳舞练习跳舞你常常练习唱歌吗我常常练习唱歌对很好练习练习练习什么我练习就是说track 会玩跑步跑步对很好我练习跑步对练 falling 练习练习跑步跑步对很好那你常常练习打球吗我常常练习打球对很好那你们常常练习什么我常常练习说中文说中文很好那你常常跟谁练习说中文我常常跟我老师说中文练习说中文跟我的老师跟我的老师练习说中文对他常常跟谁他常常跟他的老师练习说中文对很好你呢你常常跟谁练习说中文我常常跟我的同学练习说中文练 falling 练习说中文对很好你呢我常常跟我的朋友练习说中文对很好那我们再看我们也可以说 A 跟 B 见面 is a verb 面 is object so it's already a verb object construction so we cannot say 见面 somebody so we cannot take the object after it so we will say A 跟 B 见面好你们常常跟谁见面我常常跟我男朋友见面对男朋友男朋友朋友朋友对又 is neutral 同时 verb OK 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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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very light very unstressed朋友
朋友。啊，对，你常常跟谁见面？我常常跟朋友，见面。哦，你们常常在跟你的朋友在哪儿见面？我们在，宿舍见面。对，所以她跟她的男朋友在哪儿见面？她跟她的男朋友在宿舍见面。对，你们常常什么时候见面？我们常常晚上见面。晚上见面。好，那我们现在 work in pairs， 问问你的朋友，你们常常跟谁见面？你常常跟谁在什么地方见面？你们常常跟他什么时候见面？好 ，so work in pairs。好，我常常跟谁见面？你常常在哪儿？跟他见面。跟他见面。对，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宿舍见面。你常常什么时候跟他见面？对，很好，跟他。跟他见面。见面。见面。对，跟 not falling， just keep it、okay.。跟他。跟他。见面。对，我常常晚上跟他见面。对，很好。那好，那贤照，请你问爱博。你常常跟谁见面？对，常常跟谁见面？我常常跟我的老师见面。啊、哦，对，老师。老师见面。对。你常常跟你的老师在哪儿见面？我常常跟我的老师，他的办公室。在他的办公室见面。对，很好。你们什么时候见面？我们常常下午见面。对，下午见面。对，很好。好，那我们再看这个词是什么？帮。对，帮。帮、我们可以说帮我准备考试。帮我准备考试。帮我练习说中文。帮我练习
说中文。对，很好，我们先看这个词，准备。准备。乌嗓的准备。准备。准备。对。准备。准备。对。准备。对，很好。准备。对，很好。准备。对，很好，我们可以说准备考试。准备考试。你们常常在哪儿准备考试？我们常常在我的宿舍，准备。哦，是准备。准备什么？准备考试。对，考试。考试。对，再说一次。我常常在我的宿舍。准备考试，考试。对，很好，你呢？我常常准备在哪儿？在图书馆，准备考试。对，很好。那你们常常跟谁一起准备考试？安然。我常常跟我弟弟一起。准备考试。哦，那你呢，日景？我常常跟我的同学准备考试。对，很好。那李友，请谁帮他准备考试？李友，请谁？他请王鹏，帮他准备考试。对，很好。那谁帮你们准备考试？我的中文老师准备帮我准备考试。对，很好，再说一次。我的中文老师老师帮我准备中文考试。对，很好。那你们的一对二老师 one on two， 你们的一对二老师是谁？文。我们的一对二老师是。你的一对二老师是谁？一对二老师。One on two。什么 ？One on one or one on two。是汪老师。是汪老师。那对，不是对啊，是 one on two。好，那汪老师帮你做什么？汪老师帮我准备考试。对，准备。准备，考试。考试。那你呢？你的一对二老师是谁？我的一对二老师是汪老师。汪老师帮你做什么？汪老师帮我练习说中文。对，很好。那你们的 Miko John 帮你们练习说中文吗？我的 Miko John 不帮我练习中文考试。准备中文考试。对，再说一次。我的 Miko John 不帮我准备中文考试。那你们的 Miko John 帮你们做什么？我的 Miko John 帮我准备statistics 的考试。真的啊？好，那你的呢？主安，你的 Miko John。我的 Miko John 帮我准备我的英文考试。英文考试啊，考试是 schooling。考试。对，你们的 Miko John 都很好，对不对？那你的 Miko John 呢？他没有。好，他想他的 Miko John 帮他的这些。好，那我们再看这个词。好，这是什么词？得。对，很好，得是一个 auxiliary verb， 是 must。have to 的意思，我们看 the affirmative form is subject 得 verb phrase，
The negative form is subject 不用 plus verb phrase. 我们一起说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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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 question form is subject 用不用 plus verb phrase. 用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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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很好。那我们都是人 human being. We need, we have to eat, 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吃饭，对，我们得睡觉，对，我们得什么？我们得睡觉。那 robot 用不用吃饭？ robot 不用吃饭。对，很好，不用不用吃饭。对， robot 用不用睡觉？ robot 不用睡觉。对，很好。那明天你们用不用上课？爱国。明天我得上课。对，那后天呢？后天我不用上课。上课。对，再说一次。我后天后天后天不用上课。上课。上课。对，那明天晚上你们用不用练习说中文？瑞杰。明天晚上你用不用练习说中文？明天晚上我得练习说中文。明天是星期五啊，你可以不用练习啊。好，那学中文我们得做什么？学中文 ，learn Chinese to learn Chinese，我们得做什么？学中文。中文。中文。写字。写字。写字。练习。练习。练习。说中文。对，很好，说中文。说中文。对，很好，我得。我得。练习，对，练习，练习说中文。对，很好。那学中文我们还得做什么？我们还得做什么？我们还得跟我的老师做一对二。对，很好。我们还得做什么？我们还对还得写汉字。对，我们还得做什么？我们还得听录音。录音。对，很好。学中文我们还得学中文。学中文我们还得听录音。对，那学中文我们用不用吃中国菜？对，你觉得我们学中文得吃中国菜。得吃。You have to. Yes. 好。好。好。那我们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词，这是什么词？但是。对，很好。但是。但是。但是和可是是 interchangeable。但是可是 more colloquial。可是 more colloquial。好，那我们读 some translation。第一个怎么说？我今天很忙，但是明天不忙。对，很好。第二个怎么说？我是中国人，但是我不说中文。对，很好。第三个，山明。我38岁。三十八岁。八岁。对。我三十八岁。八岁。但是。我没有工作。对，很好，再说一次。我三十八岁。
但是，我没有工作。对，很好，我们看第四个，高中喜欢八音爱。对。但是八音爱，喜欢汪鹏。对，很好，王鹏。王鹏。对，但是。对，但是八音爱喜欢谁？但是八音爱喜欢王鹏。对，很好，我们再看第五个。我是布朗大学学生。的学生。但是我喜欢去 RISD 图书馆。对，很好，图书馆。对，很好。好，我们再看。这个是什么词？回 means return。回。回。我们可以说回加一个 place。比如说回家，回家，回学校，回学校，回布朗大学，回布朗大学，对，回 stop low， 回布朗大学，回布朗大学，回办公室，回办公室，回普城，回普城，回宿舍，回宿舍，对，那Thanksgiving 是。感恩节、感恩节你们回家还是不回家？感恩节的时候我回家。那你什么时候回家？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啊？好，谁已经 decide？你什么时候回家？我要回家，11月23号。我11月23号，我要回家。对，很好，十一月23号。要回家。对，很好，要回家。要回家。对，再说一次。我十一月二十三，要回家。对，很好，23。23。要回家。对，那你什么时候回学校？我十一月27号。我要回学校。对，很好。27号。27号。对，7号。7号。对，很好。那我们也可以说回加 place 来。比如说回家来，回家来，回家去，回家去。Or we can just simply say 回来，回来 means come back， 回来，回来，回去，回去 means go back， 回去，回去。好，那艾博，你家在哪儿？我家在毛里求斯。那你什么时候回去？我是12月回去。十二月回去。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1月回来。一月回来。对，回来 is neutral tone， 回来。回来。对，很好。那 so working pairs， 问问你的 partner， 你家在哪儿？你什么时候回去？你什么时候回来？好，你们两个。
没有，那我们下课，谢谢。